欢迎收看潮资讯，又到周五啦。华为官方在今天宣布，方舟编译器已经准备就绪，将会在明天正式开源，各位程序大佬们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好了，马上进入正儿八经的自然时间。科技圈的年度春晚要来啦！今天凌晨，苹果正式向各大媒体发出邀请函，确认今年的秋季发布会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11号的凌晨1点举行，口号是“智创新”。图案是一个五种颜色的苹果 logo， 上下方分别是绿色和紫色，这和传闻中的 iPhone 新配色相符合，也似乎是在致敬当年的经典 logo 设计。根据目前的消息，苹果将会在发布会上推出三款新 iPhone， 分别搭载6.5、5.8 英寸 OLED 屏幕和6.1英寸LCD 屏幕，命名可能是 iPhone 11 Pro Max、 iPhone 11 Pro 和 iPhone 11，采用后置浴霸摄像头模组设计，配置上将会得到全面提升。同时 Apple Watch 5也将会在这一次发布会上亮相，表壳将会新增陶瓷和钛金属两种材质。至于新 MacBook Pro 和新 iPad， 按照惯例呢，要到10月份才发布，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有 One More Thing 呢？前段时间，三星匈牙利官网上架了一款45瓦的电源适配器，但网页上的说明却意外曝光了两款三星尚未公布的新机 Galaxy A91 和 Galaxy A90 5G 版本。其中 Galaxy A90 5G 在此前呢就通过了 WiFi 和蓝牙认证，有爆料称该机将会搭载高通骁龙85处理器，通过外挂高通 X55 基带，以支持 5G 网络，内置4500毫安时电池，配备4800万后置三摄，将会登陆中国、韩国和欧洲市场。而另一款 Galaxy A91 也在今天透露了更多信息，爆料显示 Galaxy A91 将会采用一块6.67英寸无开孔屏幕，可以选择黑白两种配色，标配 128GB 存储空间，将会配备后置四摄。划重点了，主摄将会是三星自家的1亿800万像素传感器，另外三个则是超广角、长焦和 TOF 镜头。该机将很快登陆印度市场。这是坐实 S 系列和 Note 系列是虚假的旗舰吗？著名 RGB 登场，又要不务正业了，雷神。